又来了泼水节。看看设备是人啊。一盆水从头喷下。现在我身上全都湿透了，不是落汤鸡，全是祝福的水。4月16日周二下午3点，直播间开播。我们两个多月时间的再次重播，为大家准备了小礼物，希望大家喜欢。16日周二下午3点，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。